次直播的话，我就先选好一些，就是比今天唱的更好听的歌，然后呢，我们再一起 battle 一下。可以呀，对不对？没你忘了错。我是干嘛的了？我就是歌手。歌手抢饭碗了，现在最。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约一个，就是那种能唱歌的地儿。既然我们都这么爱唱歌，为什么就是这种聊天呢？我们下次不如直接那个搞一个那种唱歌的地儿，还更好。哦，这个成年人不要轻易许下诺言，他们真信了。我跟你讲。